明香姐，你的字跟我哥的越来越像了，都可以以假乱真了。哎哥，你快过来看看。我写的不好，只是形似而已，写不出飞叶哥哥的神韵来。殿下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属下已经把所有的药材都采集完毕了，而且已经命人安置在闲云阁刚刚布置好的药房里了。药房？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在府里弄个药房啊？ 多嘴！家里又没有大夫，设药房干嘛？知道王妃上哪儿去了吗？好像是去了药鬼谷。怪不得打扮的花枝招展呢，原来是去外面私会了。那属下先告退了。 公主有什么事情？嬷嬷，快看，太子说萧贵妃将对我不利，让我多加防备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要不要告诉陛下？不，公主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这可是关乎性命的大事。嬷嬷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，你容我再想想。 喝酒，七少，来，当心啊！七少，我们去喝酒。你不是要回秦王府吗？我不回。你看看，我要去喝酒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有喝醉。去喝酒啊！你看看，这就是秦王府啊。 啊！我不认识什么秦王府，我们去喝酒。是鬼！杜丫头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喝酒，喝酒。七少，你怎么变成龙飞夜了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别喝了。杜丫头，站着，站着。 七少，喝酒。七少，我们去喝酒啊！如果你想活着回去的话，我劝你最好松手。七少，我们去喝酒，喝酒。 你讨厌，干嘛让顾景少走？我还得跟他喝酒呢。闹够了没有？还骂我，你跟别的女人卿卿我，我就算了，还吼我，云溪，让你吼我。飞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云溪，你喝了多少酒啊？不多。 三杯，三杯啊！就你这酒量，还敢喝酒啊？让赵嬷嬷煮些醒酒汤来。
啊！你离他远点，他是我的。